先，我有个稿子写不出来，要不你帮我看看呗？啊，好。那个，这弄得已经挺好了，就照这个来吧，你一定可以写出好的文章来。真的吗？可是人家还是有一点搞不明白，要不你再给我讲讲呗。你没事吧？我有事儿，我不敢一个人去那个地方，要不你陪我一起去吧。哦，我忘了跟你说了，这次探店我会全程陪你一块儿去，在现场定下选品，这样可以让你出考快一点。你不早说，搞得我怪紧张，搞得我怪忐忑的。行了，那我没事了，回见吧。